家里停电了。怎么，你夜中最闪亮的星啊？我是从未来穿越过来拯救你的，你信吗？你这身衣服太吓人了。我这身衣服还不是怕你找不到，我害怕。老公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停电了，跟你说停电了，别穿这么黑。我这个亮啊。亮，你不能代表电啊。不，我这样亮，你能看得见我就行了呀。